翻呢個動作係咩咧？就係恐怖片啊！咁啊，大熱門翻側邊個動作。咩想發表啊？有咩發表？而家會拉緊筋咯，啊幾舒服啊！行完身咧，啲肌肉咧有啲緊緊地。咁啊，屎忽咧同我呢個大髀咧有幾？咁冇啦，你扯住自己嘅時候拉筋啊！哇死！原來自己 FF 緊，我以為拉到前面嗰兩公幾樣，原來冇嘅。咁佢難分到你。今天的训练差不多完了，例如下次大家上来的时候准备充足一点，带足够的水或者带遮带太阳眼镜防晒蚊拍水诸如此类，因为很多蚊虫的，好像我这样除衫就不对的，你惹晒蚊落自己的身上。我们现在出到这个石片地，马路是没有声的，第一个行大家一齊睇啦！依度整成咩先啦？咁咧唔好咁暴露啦，低調啲著翻件衫先。啊，你可以鳩噏下啦。開啊！開咗啦。啊！呢度咧就係一個貨櫃嘅商場啦。咁啊，大家睇下周圍啊。好似去咗韓國咁樣，咁呢度唔係韓國，亦唔係沙頭角，呢度係長沙灣嘅屋村，叫麗咩個麗翠閣。